李佳琦立乎自己奶大的品牌，怒怼网友：那乱说，这么多年就是七十九块钱，哪里贵了？有的时候自己原因，好吧，这么多年了，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随后有网友扒出，0.07克的眉笔卖69，单克价格968.71。比黄金还贵。还有网友爆料，华西子给带货主播的佣金能到60%到80%。李佳琦是头部主播，所以也只多不少。李佳琦之前的年净收入可达18.553亿。 按日大概就是日薪580-80000，这还不是每天都直播的前提下，秒杀娱乐圈的一众，比208还多，赚着普通人的钱，嘲笑普通人穷。李佳琦这是飘了还是不装了？